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最重要的讯息莫过于官方刚刚发布的有关 2.7 版本更新延迟的通知。如视频所示，因为项目进度的原因， 2.7 版本的整体更新将会延迟进行。有关更多调整计划和补偿方案的消息还需要后续公告来补充。大家的评论还是很热烈的，纷纷表示不怕不怕，老米要注意安全，只要延期补偿的原石到账，一切都好说。本来吧，按以往更新维护的补偿方案，每小时给60原石，那一天不就是1440原石，都快接近一发十连了，岂不美哉？这也并非全是老黑的妄想。例如昨天崩坏3的新版本剧情更新延迟到了当天的下午4点，就补偿了60水晶，相当于原石。反正都是长草嘛，多长几天又如何呢？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